三号候选人陈佑君，我曾经担任过班上的干部，也曾经为班上争取荣耀。这次很荣幸能够参加支事长竞选活动，为大家贡献一臂之力，也希望我们能一起打造更美好的学校。我的证件有一，儿童节连假前一天，每节上课减少五分钟，下课多五分钟。二，增加多元的社团活动，例如围棋社或桌游社。三，特别节庆安排到市立教室欣赏相关电影。四，厕所门口增设卫生纸。五，设置支事长小信箱，请听同学们的意见与心声。希望大家把神圣的一票投给支事市长三号候选人陈佑君。支事市长选三号，佑君一定很可靠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